過往亦都曾經有內地嘅網民喺網上評論香港嘅物價高昂，近日又有女仔喺小紅書發帖，表示遊港期間去到一間上海菜館用餐，只係點咗一碗排骨面同埋一碟四季豆，埋單就要300港元。佢對此表示不滿，甚至質疑餐廳收多咗錢。又有感香港消費高昂，表示突然可以理解點解大量港人喺週末要北上消費，直言非常可以理解點解香港冇人啦。